与困难共处，戴口罩的练习。在新冠疫情蔓延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戴口罩的重要性，但是同时又不喜欢戴着口罩那一种呼吸不畅顺的感觉。随着夏天的来临，戴口罩越来越辛苦，在成头大汗的时候还要戴着口罩，我们应该怎样去调节自己的心态呢？决定我们愿不愿意去做一件事，有三个重要的因素。第一是动机，第二是看法，第三是态度。动机当然就是要保护自己了，但是同时也是保护其他人的健康。至于看法方面，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，香港人因为经历过沙士，大家都知道戴口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所以疫情一开始就已经自动自觉戴口罩。但是当时有不少住在香港的西方人都不愿意戴口罩，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有病的人才要戴口罩，没病为什么要戴口罩呢？后来他们明白到带病毒的人有相当比例是没有症状的，这些人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受了感染。既然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他们就改变了看法，大家都愿意戴口罩了。第三就是态度。简单来说，态度可以分成三类。第一类是喜欢，第二类是不喜欢，第三类是无所谓喜欢亦或不喜欢。接着下来，我们探讨一下采取不同态度有可能产生怎样不同的效果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一起做一个练习。首先请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好，同埋准备一个口罩。我哋先戴上口罩，然后用一个舒服的坐姿坐好，轻轻合埋双眼，感觉你的臀部接触座椅或者坐垫，感觉脚底和地面的接触，让身体安定下来，亦都让心安定下来。首先我们试下用不喜欢的态度来体验戴口罩。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戴着口罩觉得呼吸不畅顺，觉得局促。天气凉的时候戴口罩还可以接受，但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，尤其是上斜路行楼梯的时候，大汗搭细汗，口罩里面的气焗住在那里，简直是唞不到气。这些时候心里面不其然就会在那里大喊了，疫情到底几时才完啊？我们还要戴多几耐口罩啊？我挨不住了。好多念头不停地涌出来，这种不喜欢戴口罩的态度到底带了什么情绪给我们呢？是无助、猛憎，或者厌恶，
而呢啲情绪又令到身体处于一个点样嘅状态呢？肌肉系收紧定系放松？又试下观察你而家嘅呼吸状态，呼吸系长定系短？是快定是慢？是畅顺定是急促？好，我们现在换另外一种方式，今次是带着开放、温和、好奇同埋唔批判嘅态度嚟体验戴口罩，睇下感受会唔会有改变。首先，我哋要好似从来未戴过口罩咁样，去探索口罩同面部接触嘅感觉，留意口罩同鼻梁、面颊、嘴唇的哪些地方有接触，又和哪些地方没有接触。再请你留意口罩的橡筋带和耳朵的接触，觉得是松还是紧？又或者觉得啱啱好？好，而家再请你留意面部各种细微嘅感觉，接住落嚟用好奇嘅态度观察戴住口罩时候的呼吸状态，采用自然的呼吸，留意呼吸的长短，是吸气长一点，抑或是呼气长一点呢？又留意呼吸的速度是快定是慢？被口罩盖住的地方的温度是热热地的定是凉凉地的呢？留意空气的湿度是干的定是湿的呢？又闻下呼吸的气味，不用喜欢这种气味，你只需要察觉就够了。如果觉得唞不到气，或者呼吸不畅顺，试下用开放的态度静静去观察。观察在这些时候身体有没有收紧了的感觉。对于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，安静地停留在这里一阵间，跟这个身体部分说，我知道你不舒服，我同你一起。
好，而家心里面嘅唔中意有冇少咗啲啊？慢慢将觉察力扩展去到整个面部、头部，以至全身。知道身体在房间的位置，亦都记翻起房间的摆设。当你准备好的时间，就请你慢慢打开眼，看看周围。现在在静默中，你可以回顾一下戴口罩的时候，如果采用开放不批判的态度，你的感受会不会和采用抗拒不耐烦的态度有分别呢？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，无论戴口罩的感觉是舒服抑或是不舒服，都同自己讲，愿意用开放、温和、接纳、不批判的态度去了解当下的感受，那就已经好好了。好的生活态度就是同困难共处的基础，亦是基本功。